好，接下来一题，在咱们这八个人里，你们觉得谁更有男友力？你这玩意儿我上哪儿能知道的？不是找谁当男朋友，胡叔叔，是谁在女性心中更有男友力一些？你觉得可不可以在我和胡叔叔之间做出一个选择？这个可以。对，可以。瞧那德，你瞧那德行，亮块呢。那这样，沙哥和杨迪谁跟我男友力？沙哥选一。选男友力不是谁会做苦力。给沙哥捧个场。哎，沙哥是一，杨迪是二。好，来，准备。你要给我选二，你敢？你绝对有吗？你敢选二？一。你看，我为了拿点分儿，我选杨迪。哇塞，他太笨了，你不觉得吗？男友力主要是力，你知道吗？男苦力。我跟你讲，我见过的玩这种游戏的唯一一脑袋浆子的就是沙哥，一脑袋浆糊。花花，我也觉得杨迪，可能就是说迪哥要比沙哥稍微敏感一点。然后我觉得敏感的人可能会容易考虑到别人的感受，然后容易照顾到你的意思就是沙哥从来不考虑我们的感受，不考虑你感受。沙哥可能是很想保护对方，但是可能使的劲儿全都用歪了，是吧？我从来没觉得他使过劲儿为别人，他全自己跟那使劲儿。对，迪哥可能一用就用到点上了，就是可能更会照顾人。对，照顾别人来说肯定还真是，你看分析的头头是道。baby 觉得呢？为啥选杨迪？我选杨迪是因为刚才他选了我，他选了我的美貌，所以我选回他的幽默。哎呀，你真礼尚往来。耀文觉得是沙哥哈。对，我觉得沙哥挺好的。我怎么了吗？你挺幽默的。幽默就没有男友力吗？幽默的人不能恋爱吗？那也可以啊，我只是就是下次选。你看这就处处就为难你，你看这什么男友？下次一定，下次一定。他是狂躁男友，心胸狭隘之男友。